第二他说弟子有个朋友，每一封诵经呢就会要睡觉啊，他说请师父指示怎样才能克服。这是昏沉的烦恼很重，有方法。你先呢读经，读经的时候把它录成一个录音带，自己读经录成一个录音带。当你诵经的时候呢，你就把这个录音带放在随身听呢，用耳机很大的声音，放在很大的声音啊，你跟着这个录音带去念的时候，能够把你这个睡眠烦恼能克服啊。同时呢，你就不要坐在那里念，你可以走着念，惊醒啊，散步啊，用这个方法把你这个烦恼打掉。